三林，这是你爱莲姐。爱莲姐好。这是陆总，你小欧姐。我不认他。你干嘛？哥，他就不是啥好人。你找打什么你？哥哥，三林，给我闭嘴！你知道他是谁？我管他是谁呢？反正我就见不到我哥受委屈。三林，你说的没错，你继续。卢姐，你也别替你主子委屈在那儿哭了，你们要是心里有什么委屈话都说出来行吗？你们公司突然辞职了这么多人跑到我这儿来，姚远有没有怀疑？没有。现在还不到撕破脸的时候，万一有一天我想扯起单干，到时候你手里只能靠你那几张牌了。大畅，你是我最后的底牌。积电集团垮了，你可要挺住啊。跟你有关系。要不我拉你一把，这个盘呢我接过来，每一辆车按成本价你卖给我，司机还有车我都要。如果你不想面对的话，我来帮你。可不能再撑下去了，阿远。叔知道你心软，可现在连成本都跑不住了。对啊，姚总，最近这两个月的货运业务非常的惊喜。是啊，姚总，咱们集团整个业务都有。生日快乐！怎么样，我是不是第一个祝你生日的？以前每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一过12点。我二叔就给我煮两个糖水荷包蛋。我怎么听见你发动汽车的声音啊？啊，我临时有事去趟杭州。那你让司机开车啊。积电集团垮了，他们用机器顶我的运费。从现在起咱俩有家了，咱俩是一家人，我们要毫无隐瞒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给对方。姚姚，准备裁员吧。如果你不想面对的话，我来帮你。一个都不裁，取消当天送到服务，把车队的三班倒改成一天一班。那多出来的司机呢？分配到各营运厅的分拣中心，挤出点活来给他们干。两个月他一个人都没裁，我都不敢跟他提。我要只要提一个字他就躲起来不理我，也不跟我吵，自己生闷气。这绝对是他，然后再找别的事情冲你发脾气。哎呀，你太了解他了。我会主动说服姚远跟你合作。今天的上天入地计划非常震撼我，一旦成型的话会让我们的研究方案提早实施。谢谢谢谢。其实姚远能够加入的话我们是双赢。我当然知道，问题就是合作方式。小伙伴，我就直话直说，你认为他加上我，他最大会失去什么？就是一个名字。姚远很在乎这个名字的。我严肃地跟你说，人家陆小是真的求着我带着你玩。未来的世界里，如果我们上游电商不能存活，你们这下游啊也一样完蛋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刚才是利诱，现在开始威逼兄弟。这天哥们看书了啊，学了一词儿。叫廉者不受劫来之食，今天哥们就不受这劫来之食。陆小，你上刘云山当了。刘云山对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收购，把我吞了。你从美国带回来那套东西，先进管理经验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同意，我听你的。你合并部门招新人，我也听你。你让我多读书，我也多读书。但现在远方有问题，有困难，碰到磨难，你让员工，让我的员工去扛这些，牺牲他们。这我就不干。